俱乐部合作成立陕西莱奥足球俱乐部。俱乐部成立之初就本着为本地区体育教育。2017年，陕西莱奥足球俱乐部一线成人队正式组建，成员包括俱乐部中外教练员、退役足球运动员、省内各学校足球教练员、大学生、业余足球运动员组成，在省内参加各项比赛。下了洛阳队，这样的话，英国队在之前的三轮的小组赛是三战全胜，进11个球，仅丢一球，目前是9分，牢牢占据着 A 组的榜首位置。陕西莱奥因为是今年啊第一次来到这个成超的舞台上，还显得有些生涩，所以前三场比赛是一分未得，球给双拳打出的。队的空中的优势，哦，这是一个很剧烈的犯规，是在疼着摔在地上啊，是看起来肩膀有直接接触地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八度就是这一下，在翻滚之前右肩过程，八度就是这一下，在翻滚之前又制造出了得分的机会。下面场他们还有直接的任意球破门，所以英超一队这支球队在上半场我们也为您介绍到过，就是进攻的方式包括整个进攻的手段啊，都是多样且立体的。比赛回来，也磕磕绊绊的想把这个
管是中方还是外方的球员啊，是都要克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。其实在一开始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，叶城确实精彩激烈的比赛，可能我们也是不太希望这样的犯规的情况。好球，这边中场空了，赫尔曼直接打门，董振非常迅速的倒地侧，再来看一下，格雷森这脚传中已经是做得很好了。赫尔曼把球卸下来，观察，其实球啊还一直是处在一个半跳的这样的状态。射门让他抽筋啊！想打门的时候可能。看有没有反击。场边是已经有换人的球员在等着了。哦，这边陕西老队快速的反击，有打门的机会，好球！陕西老队是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，由他们的场上34号队员巴杜打入一粒进球。再来看一下，其实这样的进攻啊，对于陕西莱奥的来说，才是需要更多的来发展的。利用英国超越队在单后腰方面上的薄弱环节，如果打身后的反击，在传球的成功率上如果能保证的话，在锋线上其实他们的终结的手段都是多样且可靠的。八度，再来看一下。其实这样的进攻啊，对于陕西莱奥的来说，才是需要更多的来发展的。利用英国超越队在来说，才是需要更多的来发展的。利用英国超越队在单后腰方面上的薄弱环节，如果打身后的反击。在传球的两人都是曾经在职业联赛上效力过。又来了反击，其实可以先给到右路的格雷森，先给到中路。本赛季其他的成超联赛的比赛，您除了可以在好球国际和足球频道来进行观看之外，还可以在虎牙直播、蜻蜓 FM、 KK 直播、企鹅直播、中国体育直播、火猫直播、 Zaker、 西瓜视频、人民体育、今日头条、爱奇艺直播、章鱼直播、哔哩哔哩、斗鱼直播来进行同步的收看。董振在上来之后，下半场也是获得了表现的机会。之前赫尔曼的一脚推射是。